下一个动作，来，我们会看我们的当天的情路，这是我们行为的部分。然后再来是，我们出车的时候会有一个导航系统，让驾驶去看当地的那个，当地的路况。那这里我们会有一个路况的导航，例如哪一个地方有塞车或是有事故的时候，这里都会显示出来。 最后是其他部分，我们是会监测这一台车有没有在上网，然后会把资料，这一台的所有资料一并回传至server上面。